今天许了个愿望。什么愿望？我说希望有个人喜欢我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我是个渣女，我对你有好感，我对金少说这些技术也有好感，我不想做两个渣女。所以你喜欢他？那你喜欢他什么？脸。我也有。那他在我最无助的时候还给了我个家呢。宋延琪，那也是我。是你啊，这给你，给我的。这是我外婆留给我的平安符，她保佑我每天快乐，也希望你每天开心。可平安符不是用来保平安的吗？那就是快乐符好了。你为什么要送我这个？因为我不希望你年纪轻轻就愁眉苦脸，这老了怎么办？每天痛哭流涕，一个悲伤小老头。其实我知道细微他一定不会怪你的，你给了他爸爸妈妈还有哥哥的爱，你不要太自责。除了这个呢？我想一直想要一直在一起。那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我还得考虑考虑。我你要考虑什么？在伤心时靠着我，烟花下想什么？那些温柔的画面逐渐明亮，我爱过你，所以想给你更多。空白隔了沉默，有些爱情过了就不会再有，想得太多，可你并不曾在乎，原来全都是我糊涂。你说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喝醉了，我睡醒之后，我对我事情我都不会负责的。你要是我醒了我不记得了，你不许哭鼻子。放心，我会让你负责。